大家好，我是林北师傅。属虎的朋友们，今年你们的运气真好啊，但是呢，你们要把握机会，这样呢，你们的事业运、财运都会很好，就会兴啊、旺啊、发啊。林北哥教你讲物件哦，今年呢，属虎的人呢，都要去吃一罐好的咸泥，敢那马路加咸泥，吃了你的健康就真好，吃了你的嘴就会真甜，真甜今年就会收到真多红包，就有真多money。